哎，干我按 B 怎么不理我？哇，按 B 呀、啊！死去，已全破。真是个鸡掰人。阿卡内0221，感谢星星 Frog。哇，这个变得比变身还变了，不利比干变成美女了，开始奥德赛大冒险啦，波比，汪汪！哎，你是不是撞不够远？希望你可以帮我把这个撞破的。哦，有啊，自己撞，哈！7月05号还可以让你拍照哎、欸，任天堂好懂怎么做电动玩具啊，可是还是要被嘴。哎、欸、哦，太神啦，波比！哎呀，肥婆奶奶！哇，肥婆奶奶身上有三日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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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阿赤尼亚遗迹之塔上，绿的，当然是选择原谅他、啊。探险的时候又到了，各位波比，心情不好，抖一个。不会不会，我秀一个，一定心情会变好的，给你看怎么样，好不好啦？好的话你要抖内，好吧，你就不回答我，我知道照自己的心情玩。哦，妈妈咪呀！讲错话了，抱歉，不用抖了。哦，我靠，那是什么？哈，天梯子！完了，等一下下面要长出来了。如果踩在上面，我是会被夹死。不能开玩笑呢。B 卡宝具，单体的。躺着转就是这种感觉啊。过啦。哎呦。莱德巴斯，等一下再打，太爽了吧！呜呼 ！Yes, yes, yes! To be the winner! Yes, yes, yes! 哇！什么莱格莱德啊，靠北啊！还想当莱德啊，莱德！太困难了吧！怎么转弯啊，波比？哎呀，太神啦，波比！妈的，地图你硬要说它也没有到很大、啊，可是能玩的东西怎么这么多、啊？萨尔达一样概念，你在放屁！萨尔达大到哭爆吗？那么大呢，大哥！哦，比大哥还大呢！干，这边一定可以用莱德干，莱德飞过去，这边是要莱德撞他，消费明明就是莱德。要改名哦，也有做 Lady 哦，啊，
哦，气死我了，气到我尿都弹出来。没，哈哈哈哈，宝贝绵羊不见了，哦，原来跟你有关系是不是？还敢吃草啊，绵羊，哈，完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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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还想藏啊，任天堂！这是啥？啊，用这个可以干嘛？看爽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大哥，我不想看啦！哎，出来，出来！还想跳楼啊，波比？干！哎、欸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戴上，摘下眼镜。哦，他可以踩这个吗？哇干！没有啊，看起来我并没有漏东西啊，这里还会漏、啊。用爬墙之术，每个迷宫两个，干不愧是合运呢。虽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Switch 就是了。会撞到头啊，提姆！右下到这里，没有东西啊，提姆！一开始的提姆啊，提姆！好嘛，你们都讲了，我去看看嘛，不然就要生气了。最爱生气的人都说人家在生气，就是在说你们啦，波比。没有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走啊，波比。波比，我找不到地方走啊，波比。左上方有个裤子，让它转。哦，你说那个是不是？来了来了，波比，不用紧张，波比。波比，他不会转啊，波比。哦，波比，这样玩啊，波比。太神啦，波比。好了，拿到了，这样子都对了，对不对，波比？不要生气了，波比，好不好？不要生气嘛。我们进去倒金字塔吧，波比。光辉的大复合神殿，好不好？不要生气啦！观众是巴士在生气，是啦。哎呦我靠！以前真的超靠北，这边一定正中央有一个洞，然后就叮叮，小猫跳出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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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掉下去，就是我玩的马里奥够多了。哎呀！可爱兔兔啊，他是要丢回去。好，啊啊啊啊啊！哎呀，骚兔妹，啊死！我就介意哦。好，哎，死狗 ，Nintendo 故事。哼，干，我是荒木飞吕彦啊，闲嘞。哇，干怎么都扑不出去，我被波比压波比，扑啊波比，我知道了，感受到问题点了，死胖子别再乱，不行啊。这意大利人不受控啊！越过转转屋，这转转屋一定藏一堆东西啊，怎么可能就这样而已？好，我坐在这边看看你想藏什么。哎、欸，波比，哎、欸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波比。俯视转转屋，
对啊，这边可以俯视哦。俯视转转屋听起来有另外一层意思哦，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啊。不是啊，波比。啊，波比呀、啊，嘎！哎、欸，哎，我们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回到上面去？哎、欸，干，这样也不算哦。啊，波比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因祸得福。哎，为什么这边可以叫莱德上来？看起来莱德可以从这边冲出去、啊，为什么这里没有石像？妈，不就跟为什么鸟不会飞一样？我北极。哦，原来莱德的用意是这个啊，波比。欢迎回来，莱德巴士。托马鲁加内佐 ，Hello。哎呀。愿者上钩啊，波比！哎、欸，哎呀，掉草啊，波比！哇，完了！这个就是在那种原本一直在 Twitch 开台，后来换地方开台的实况组的观众，卯足全力钓鱼喽。想想其实有一点迷之惆怅，他深深相信着这个聊天室依然会重新的热络起来。殊不知大家早已换了平台啊。哎、欸，难道说？哎、欸，昏叫，等等，昏叫，回来啊！为什么昏叫会飞？Yes，Yes， 沙漠的候鸟。他依然相信着这个聊天室会重新热络起来，都拿到了两个，开心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？他依然，这里面有可能有，哎、欸，里面其实有那个、欸，里面有生物、欸，哎、欸，哇靠，波比。波比，我钓到鱼啦！原来这个聊天室真的还有活人啊！嗯，这惆怅的笛声究竟是？谁都逃不过我的屁！我的法眼，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因为我没有再生气。还差21个，我想要至少再找到一个，再找到一个就好了。钓鱼钓到水里那个沙里的没钓出来，沙里还有一个是不是？没有问题，不然又要生气。这里是不是他一直觉得自己？他现在确实的有在钓东西了，还敢不吃啊，波比？原来是奇诺比奥啊！嘿嘿嘿嘿！只剩下他跟奇诺比奥队长相依为命。好了，撤了。啊！我看原来有重现这个、啊。